以西结书第六章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讲预言，讲以色列的众山啊，着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大山、小山、水沟、山谷安尼讲。我要让刀剑临到恁，也要毁灭恁的山头段。四节，恁的祭坛的确荒废，恁的日常要拄着打嘴。我要让恁受胎的人倒在恁偶像的面前，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体下在因的偶像的面前，将恁的骨头四个血在恁这段的四位，六节在恁一切站起的所在，城要变作爬远，山头段要荒废，让恁的这段荒废，将恁的偶像打碎，恁的日常要错落，恁的所作浪费灭，受胎的人要倒在恁中间，恁就知影我是耶和华。八节，恁四散伫列国的时阵，我要伫列邦中，予恁所剩的人脱离刀剑。迄、那个脱离刀剑的人，要伫所掠去的列国中纪念我，为着因心中多年的哀伤，是因为因起淫乱的心远离我。目睭对偶像惊邪淫，因为惊一切可恶的歹事，要厌恶家己。因要知影我是耶和华，我讲要予这个灾厄临到因的身上，毋是空空的话。十一节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：你着拍手断脚，讲惨啊！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恶的歹代，因要倒伫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的下面。踮伫远的人要对瘟疫来死，踮伫近的人要倒伫刀剑的下面。迄、那个留伫受围困的人要对饥荒来死。我要安尼伫因的心上成就我生气所定的。十三节，因受胎的人倒伫因这段四位的偶像中，就是大家悬山、大家山顶、大家青翠的树卡、大家暗暗的上树卡，就是因现胖胖的祭司和一切偶像的地方。这时因就知影我是耶和华，我要伸手攻击因，和因的地对旷野到地壁邋遢一切站起的所在极其爬远，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